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众所周知，女磁铁是当今世上磁性最强的磁铁，强大的吸力让人瞠目结舌。八颗球则是带有磁性的小珠子，常被牛人用来打造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，不仅样式美观，功能更是好的不像话。而磁泥顾名思义，便是带有磁性能的泥巴，神奇的特性让人爱不释手。有位小伙便脑洞大开，想着要是这三者相遇会发生什么呢？可以看到，小伙先是拿来女磁铁和磁泥，当二者稍微靠近一点时，磁泥便把持不住，朝着女磁铁狂奔，宛如原地复活一般，一股脑往上爬。见状，小伙又拿来许多的八个球，一波操作猛如虎后，便组成了一个超炫酷的多边形。这时再拿来一坨磁泥把玩，当磁泥靠近八个球时，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，这磁泥竟又开始投怀送抱，朝着八个球狂奔。觉得有趣极了的小伙便又开始展现技术，将一个个八个球拼搭成一个球状，接着便放在了磁泥上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磁泥瞬间活了，马不停蹄占据着八个球的每个角落，犹如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。果然，这八个球和磁泥当真是一对欢喜冤家呀。